你这样，下一件还是射不准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压力一大就来这里射箭。明天是VNG的生死战，如果输了，就注定无望出现。我虽然支持相框的战术。 但心里还是没有底。你不是铁人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放轻松，一箭射中红心，明天比赛肯定会赢。瞄准，放松。这一箭我一定射中靶心。别吹牛了。所以明天的比赛，我说我们能赢。 哼哼哼，那明天比赛要是真赢了，这个月你想吃什么，我包了。切，谁让你包吃的？那你要什么呀？做我男朋友啊？谢谢。 别紧张，放轻松，陈大大。空哥，今儿够帅的啊！季帅，我怎么看见你我就害怕呀？哼，哎，裴鑫，你的队员都这么说了，我可是赢了一半了。那你尽管放马过来。裴鑫，那你可盯好他们了，千万别给我放水，我对他们可是了如指掌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季帅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更不能求软。 对，空哥，一会儿下路见啊！哎呦，这一天我期待了很久，希望你们不要输得太快。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啊！我一会儿一定拿你们一血天天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小伙子们，老师、三哥，哎，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非常好。放轻松，今天晚上的舞台是你们的。OK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欢迎各位召唤师来到我们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。今天的比赛备受瞩目，对于 VNG 来说，那可谓是生死之战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常规赛19支战队目前的积分情况如何。排在第一位的是传奇战队 VNG， 排在末尾。按照常规赛的积分制 ，VNG 如果要是再输一场的话，他们将无缘季后赛。 是这样，单纯从积分上看的话，确实两队相差还是比较悬殊的。在巅峰赛的赛场上，时时刻刻都会有奇迹发生。没有永远的冠军，但是所有人都在奔向冠军的路上。但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大看点，就是裴曦和季向空两位王牌选手转会后的首次交战。下面有请我们的两支队伍出场，有请。 请我们来看一下 VNG 的粉丝到底在哪里？传奇的粉丝，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好吗？哇，其实根据现在的数据情况，我真的是被 VNG 捏把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我突然看到了他们的主教练舒文和李敢两位教练。 他们神情自若，我也发现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他们手里有王牌吗？好，让我们期待一下 VNG 和传奇两支战队的精彩表现。
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待会收数据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说错了，放心，没问题。VNG 怎么换位置了？对呀，怎么让卢神打中啊？这将空是要拿 VNG 开涮吗？哎呀，再输一场，他名声就彻底臭了。他名声臭倒无所谓，反正他名声也胖。只是可惜了这个 VNG 啊，这是要毁在季向空手上。这 VNG 做出调整，季向空肯定是有他的原因，而且他最了解传奇了。我觉得这把 VNG 肯定赢。那按照你这种说法，那裴熙还更了解 VNG 喽？姐啊，裴熙一直都挺照顾你，你怎么指着他输呢？对啊，一条输，一条三块。问你个问题啊，裴熙和季向空你更喜欢谁？哎呀，我这个表弟呀，你看他外表好像冷冰冰的，其实是个大暖男。季向空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就是太有女人缘，有点危险。你说呢？三毛哥，其实他俩谁输谁赢跟我都没多大关系，赢了奖金又不给我，对吧？我勒个乖乖！一个，你在这开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袁仁智这边是大胆的做出了人员调换，但是我觉得哈，卢胜好像还是没有明显的适应中单这个位置的打法啊，所以我小小的预测一下，可能 VNG 翻盘的几率不太大。这倒未必哦，你不要忘了，季向空的外号可是战场欺诈师，是吗？他既然能做出这种调配，我相信他也是有备而来。而且在3年前，卢胜在星途就打过中单位置啊。我相信只要队友能够给他创造一个好的输出环境，他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希望卢胜能够给我们带来好的打法，然后好的状态，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第一局比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路这边，林奕勋他上去就 A 了一下他前任队长，小伙有点皮啊。林奕勋这小台在我面前浪了。我刚才跟空哥打了个招呼，咱们一起过去啊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咱们起围殴他。哎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对面好像是卢胜中单换阵容了。别着急，季帅可能在调整战略，我们一定要保持前期经济。圆圆就跟着我。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。哎，一技能魔影中了，漂亮！这都能让他猜到。那看来卢胜的预判非常准啊！队长上来就被抓，什么情况？我把打残了，你们谁过来帮我抓一下？姐，中路帮一下。他现在血量已经被打。急什么啊？打乱我节奏就叫你。卢胜现在没有。卢胜快不行了，快去中路帮一下。这，暴君。节奏像反杀呀，这个节奏。哎，裴熙使用了飞霄阵，晕住了，接破冰斩，拿下一血，漂亮，漂亮 ，nice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来，奇月这边能打。差太远。但他来吧，奇月怎么回事？可惜了，如果奇月能够早咱们那么一点点的话，小什么呢？这是对，有点可惜啊，这个操作。不过裴熙这波操作实在真的是很精彩，六啊，六个很。队长，我的锅。没事，你先跟他补兵，不要打。卢胜，你不行，别上，就因为你被打成残血。大家都发育一下，不要打架，把视野做好。头乌，你去中路帮一下。哎，你看辅助同屋现在已经悄悄地到中路卢胜旁边了，他们已经开悟了，看来他们要对中路的裴熙动手。也去做视野了吗？没有做视野不要去抓人。等你排查完裴熙不知道躲哪去了，沈月直接上。哎，队长，我看见齐月和沈月在野区开悟过来了。陆峰，你呢？帮我
不要去抓人，先做好视野再去抓人。这就是气象空的战术，永远躲在自己塔下。神爷，走。啊，好，我先上。第一中单 ，sorry。上。啊，有埋伏，七哥怎么办？我们被反抓了。龙武支援，支援，支援，他们就三个人。头屋，你不要去，去猎人送死。所以你见死不救啊！现在你们已经残血了，头屋去了也没有用。就不信任我们吗？偷快！三上，三上，漂亮！不是这波团战操作实在太漂亮了，不愧是星球大的第一中单。而且我们看到下面的粉丝已经非常疯狂了啊！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声了。对啊，感觉好像已经赢了。卢胜根本就顶不住像裴熙这样世界级中单，再就是他选了地狱使者，完全驾驭不了，经济差这么大，根本就打不过。中单卢胜没有问题。我知道是齐月的问题。不好意思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啊，这抽烟机都输了，你咋还没回过魂来？是的，没关系，第一局而已，沉住气。这个时候，还是不要打扰他。漂亮！漂亮！拖一下时间，拖一下时间。没事没事，我先清兵。卢胜，我们快速清兵。好，回高地守塔，中路集合。我们推水晶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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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刚才把空哥击败了。先推塔，先推塔。胜利。狗屁战术。好了。下班我们再打回来吧，先回去休息。气了，消消气。对自己有点信心。下一场，所有人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卢胜的中单没问题，我是在给你下命令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李总，你和文姐让我当队长，就应该信任我。季向空，下一场跟赛点局关系到我们的生死 ，VNG 还没有在常规赛输掉过。你也知道关乎生死，我问你，谁让你去跟裴熙的？裴熙就是前期枪，如果在前期，所以是你自作主张去的。你这样做就等于是去送死。还有童武，明知道打不了，为什么要伤？后面的比赛，不许有人擅自行动。不听指挥的话，去替补席待着。我知道大家都太想赢了，所以打得太急了。下一局我们调整好心态，打得稳一些，就有机会能赢。第一局比赛我们就当是开胃小菜，下面进行第二局是赛点局，究竟是传奇战队继续他们的中单神话呢，还是 VNG 逆风翻盘？下面开始第二局的颁选环节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VNG 这边上来抢了阿信，刚才裴熙的操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这个英雄多数出现于四保一的阵容。所以您的意思是 ，VNG 这次很有可能打四保一的阵容吗？这可不好说。季向空既然号称是战场欺诈师，那么他打什么阵容都有可能。也对。来，下面继续来看大家的英雄颁选情况。看着没？裴熙拿了他的本命地狱使者，这把 VNG 要被踢光头。
这明显就自暴自弃。那可不一定哦，迹象工可是战场欺诈师。姐，裴熙怎么出来捡账目？你怎么跟我这么歪歪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人家邱英这叫公私分明，帮情部帮工，懂什么呀？哎，我说的可是实话，传奇最多也是四保一局。 干嘛赌一把？赌就赌，如果魏云真赢了的话，你要请全场喝奶茶。谁怕谁呀？对呀。直瞧。传奇战队，请选择英雄。还看比赛不叫？王立军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能在这儿看你，真的是比中彩票还难。哎，是来看比赛的，还是来看人的？我来看小空打比赛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这儿视野不好，你要是想看人打比赛，我带你去教练席啊，走。 你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。三马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你。我能跟你合个影吗？可以可以。哥们，你往旁边让一下啊！辛苦了，哥们，辛苦辛苦，麻烦了。来，三马哥，三二。 现在开比赛，开比赛。好，现在双方班选完毕，下面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二局比赛。英雄之争，开始。这把娱乐局啊，没问题，你们俩稳着点，别浪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你小心啊，我去他家偷个符，悟空。两分钟的时候，林一轩一定会去河道埋伏。齐月审院，你们做好事业，去河道蹲他。 明白。双叶组合刚开局就开高，蹲浮点，不是他们怎么预判这么准啊？林轩来了，哎哎，陆峰来救我！齐月动手，立刻上去二技能控制住了林轩。齐月那招拿下对手，漂亮！林轩这么大一只肥兔子，就是双叶组合对时机的把控实在太精准了。我就让你别浪吧你！哎呀，下路怎么回事啊？肯定是我空哥，只有他知道我愿意来这儿。对面四保一。 霍瑶跟陆峰一定会去下路游走抓人，双叶，你们去做好视野，反躲掩护。明白。谁？走，会一会他。哎，继续看比赛。嗯。哎，我被控住了。哎，你小心。不是跟他上，准备也挡加杀。双叶组合上，我过来帮你。姚哥，快过来。我也被控住了。Nice。漂亮。双杀，果然霍瑶也没能逃脱啊。双叶组合这节奏完美啊！ 下路过不去啊，太远了。你呢？双峰帮我。好，现在过来。姚哥，局势摆有点悬。崇厚这英雄很少来打 C 位，对面徐月今天怎么这么忙？哪是齐月厉害，那是我空哥厉害。你对呀，这个打法好像在哪见过。双叶组合。双叶组合？不可能，双叶组合谁也打不过。我空哥要是用双叶组合，那他太敢玩了。 中正，双叶后退一下。可以跟上，我可以跟上。不用来了啊，你注意啊。准备，可以上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齐月上，齐月上，可以。过来了，中路。塔后，塔后，塔后，小心猥琐打。他们人太多了呀。没事没事，你帮他顶一下，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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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呢？他们有大，他们有大，控住他，控住他，控住他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一波了，他们一波了，小心。齐月准备开团。可以可以。 胜利！失败！
看到没？我就知道迹象，我就知道 VNG 会赢。这不就是打了个平手？那谁请喝奶茶还不一定呢。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 MVP 究竟是谁。齐越，恭喜齐越，当之无愧。恭喜齐越。双叶组合这几波进攻和游走可以说是非常强硬，配合杀出的经济帮助 VNG 建起了优势。好，那我们稍事休息，期待下一局精彩的比赛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各位干得漂亮啊，正常发挥了。齐越，这个 MVP 才是你应该有的状态。估计传奇被我们双月给打懵了，大家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接下来呢，大家就保持好状态，下一局我们稳定发挥。接下来就是决胜局，我们一定要拿下，生而无畏，一往无前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喝口水吧。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你预测一下，地向空，接下去要怎么打？什么什么你？我能知道他想怎么打？开什么玩笑 ？VNG 尝到了双叶组合甜头，肯定还会继续再用这套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？怎么应对？你除了会打四保一，还会打什么呀？啊？向空曾经研究过你们的，他研究过双叶组合的打法，总结出了一套战术。首先在开局选择一个控制技能比较多的辅助，再搭配一个前中期高爆发高输出的英雄，两者配合，依靠游走击杀打乱对面的节奏。从而扩大优势。教练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用迹象空的方法打迹象空？没错。这能行吗？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就这么打。传奇这边首先选出的混世魔牛和阿信。不是，这什么？那其实要拿什么？那我就有点看不懂了。队长怎么打？这把我们不打双人组合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刚刚把我们打什么样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他们选择混世魔牛跟阿信，明显是要针对我们。这把不能打双人组。你又知道，这个方法是我教的。这把我们打四保一，如胜，你选造物者，我们保你。四保一真有创意，造物者操作难度这么大，不是谁都能做。他没问题了。OK， 锁了。哎，你说这洛天，现在一堆一堆的小姑娘天天围着他，洛老师长，洛老师短，他以前可不这样。洛天刚来的时候，底子差，脸皮又薄，那会儿天天闷在训练室里头打比赛。我们看 VNG 选出了中单英雄造物者，卢胜刚换到中单位置，而且前两局打的又这么保守，你觉得他能操作了这么大难度的英雄吗？一哥，造物者可是我们家裴熙的本命英雄，要是输了记得给你买饮料啊。来，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班选情况。嗯，卢胜用造物者打裴熙，开玩笑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这局只要裴熙正常发挥，稳着打，赢的肯定是传奇教练，必须的。我也是。有人要请喝奶茶了。
不对啊，他们怎么和上一把打法不一样呢？季相公在打四保一。保谁呀、啊？四保一？保卢胜，卢胜的造物者。为什么保卢胜啊？他前两局都打得很怂的呀。抓卢胜，卢胜就是突破。抓卢胜？不可能，我空哥不可能给怂包打中单。阿轩，季队刚去边界，应该没有裴系了解卢胜。李楠、林轩，做好线上侦查守卫。好，一分钟后做排演，三级后过来游走卢胜。好，明白。好。由新生代第一中单裴熙操刀阿信对阵卢胜使用的，看到没有？还好没有打双右组合。我觉得卢胜会被打爆。目前卢胜确实处于劣势，裴熙主点的是破冰斩，不断的在消耗卢胜血量的同时，还压制了卢胜的补兵。所以卢胜行不行啊？卢胜你补刀啊，你不要怂啊，为什么躲在塔下呢？是的，但这样他的火球。卢胜你行不行啊？这样你有可能会补兵啊你。也不是去去中路支援。哦。是我高看你了。你真的以为我打不赢你吗？队长小心啊！队长，你小心，往后撤。撤撤撤！盛哥，你别越塔呀！可以，头乌跟他上，头乌上。拼了，不管了，保一下他。Nice， 可以。我们来争路，反战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我先扛，我先扛伤害。撤一波，撤一波，撤一波。双眼组合准备绕后，朱木准备开团。我来，肖哥。没上，准备上，我先手，先手开团，先手开团。来来来，上上上，别怂，别怂，我先上，我顶你们。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李楠接水技能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快快快快 ！Nice，Nice， 他们有大，他们有大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，别追李楠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往后撤。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这波。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双眼组合替人杀，李楠你也撤。游哥小心，游哥回家是我高地，游哥回家。杀多一点，刀杀刀杀，继续继续。Nice， 冲冲撤，漂亮 ！Nice， 哇！无伤无伤。一波可以一波，中路推，中路推一下。走走走，沈月，沈月，继续推，继续推。沈月来了。你看 VNG 正在推最后的水晶。行啊。没想到卢胜一点都不怂。推掉了，恭喜 VNG 逆风翻盘，拿下比赛。VNG 让一追二战胜传奇战队。在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纯粹热烈的少年意气。生而无畏，一往无前，这就是竞技运动的精神。来，握一握胜利之手。你刚才怎么打的？凭那些操作。比赛瞬息万变，你还要空管他？恭喜你，终于不用点地。恭喜局长。今天这一局终于打出了我们的气势。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卢胜。前几局那一口恶气，你想的都出来了。如果是换做以前，卢胜一定不会越塔强上。是吉祥空改的。恭喜 VNG 成功逆转，也再一次让我们恭喜齐越再次拿到了本局的 MVP。 齐越，齐越这次终于是扬眉吐气了。他不光是在最后一局拿下了五杀，在第二局的时候双叶组合的游走也非常的到位。而且你不觉得齐越终于摆脱了裴熙这么久你没看错他的压制？哇，齐越这把你也没看错，拿下这么多分。而且我觉得双叶组合的时机抓得恰到好处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敌方致命一击。我先走了，你别呀、啊！大家好不容易聚到一块了，一会儿等洛天下来，咱们一块聚聚，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先不聚了，回头再聚。别见了啊！有人可是要请喝奶茶啦。反正不是我。你说的小杯的行吗？不行。相公太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动感电竞杂志社记者陆依依。那么现在大家也看见了，现场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我们现在都出来了。季相空，季相空，季帅 ，VNG 经历了四场败局，今天终于逆转。请问你觉得今天逆转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？实力和配合，偶尔还有一点小幸运。
啊，季帅今天很谦虚嘛。难道我之前不谦虚吗？我们 BNG 队长向来很低调啊。哎，齐越，这次拿到 MVP 感觉怎么样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重启了双月组合呢？齐越你好 ，VNG 连输了四场，今天终于翻盘。请问你对 VNG 今天的表现如何评价呢？成绩说明一切嘛，双月组合无敌。是的，如果要是给我们这次行为打多少分的话，我觉得是99分。那你对今天的表现打几分呢？把 MVP 你说我几分？啊，剩下一分可以继续努力。好的，继续努力。谢谢你的采访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。谢谢。谢谢，我正要采访裴熙呢。他半天憋不出个屁，你采访他干嘛？采访我，准备好了。行，我没想到他会说。我看你还是看他？看我。那个季向空这场比赛的表现简直太棒了，他知道我开局的时候要去哪里拿 buff， 所以他来蹲我，然后成功的把我击杀，拿到了一血。还有他们的双叶组合，这个主意一定是他出的，我空哥不是，是季向空出的，所以他的表现非常棒。别笑，不是你到底是 VNG 的还是传奇的呀？比赛就是要这样，荣辱与共，大家共同努力拿到最终的胜利。你是不是是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位记者朋友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会，先回去了。我还要再说两句，我空哥呢这场比赛还在，不够丢人啊！走，微信说。你现在去开会。拜拜。裴熙，你对今天比赛有什么看法？啊，虽然今天 VNG 赢了，但是我们还会努力的，相信最后传奇还是能打过 VNG 的。我好啊，文姐，以后要是每次赢比赛都是这样的待遇的话，我们会把 VNG 吃穷的。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们能够赢得比赛，我砸锅卖铁都可以的。嗯，哎呦，有我在，我能让你砸锅卖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们的大功臣来了。来吧，师傅，文姐，这杯酒我先敬。以后比赛有我们双月组合，稳了。好，干！现在外人说裴熙走了，我们 VNG 没有主心骨了。可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就告诉他们，我们不打四保一，照样能赢比赛，还能拿冠军。向空，之前你说过会给我一个全新的 VNG， 今天你做到了。双月组合可以重出江湖，向空功不可没。哎，今天只要能赢得比赛，最大功臣就是齐越，第二呢是卢胜。当然，没有文姐跟李总的信任，还有大家的团结，我金向空什么都不是。这杯酒，我敬大家。敬队长，敬队长。谢谢。向空说的对，不要忘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冠军。来，同学们，干杯！恭喜，今天打赌你们赢，结果赢了一杯奶茶呢。你因为我赢了奶茶，难道不该见者有份吗？现在应该在庆功吧，还有空敲诈我的奶茶。作为我的头号粉丝，你不是应该举着姻缘牌来为我欢呼吗？那一小时后老地方见。
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？今天好看吗？你牙齿上有口红。去跟季向空去约会？对啊。裴熙，你今天也打得很不错。谢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真的呢，我真的觉得挺好的。嗯。那。我先走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找哪位啊？向空，是我。我回来了。米娅。我想见你。你有时间吗？这个是我们家的招牌，13.6。草莓奶茶，谢谢。我必初心不忘，凭你光芒万丈。哇，你男朋友看到肯定超感动了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不是男朋友，不是男朋友，那也是友情以上啊。而且这么帅的男生，你可要看紧喽。别动，干嘛？你拿去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
我到了，等你哦。对不起，有事耽搁了，稍等。相空，我好想你。怎么了？我吓到你了？没有，只是好久不见。是1820天，我们分开的每一天我都记得。我真的希望这个数字到今天为止可以不要再增长。你在海外发展的那么好，彭尼怎么会突然让你回国发展啊？是我自己决定回来的。相空，我想重新回到你身边。你在这做什么呢？托尼，好久不见，托尼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回头再聊。米娅，回去。我和相公还有话想讲。米娅，你知道这有多少粉丝吗？被拍到怎么办？回去。是啊，米娅，这里粉丝太多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刚好我也约了人，我先走了。相空。